赖称王，兄姐爸妈没地位。你为什么会想管他？他比较幼稚，我比较成熟。你什么事情会管你姐姐？我大部分都会管我姐姐的交友的状况，跟她出入。他还打电话来说，你现在几点了？要不要回家？我一回到家，发现他根本还没有回家，他是在外面，然后打电话。妈妈是你也管吗？他晚上没有睡觉，我都会管他。凭什么？爸爸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家之主。爸妈就很大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